绝废话。为什么很多女生都看不惯闺蜜的男朋友？因为他们都认为都不是啥好东西。世界上唯一没有红绿灯的国家，而且车比人多，但从来不堵车。圣马力诺，因为全是单行线和环路。这四种食物千万不要二次加热哈。吃完咱们要直接扔掉，千万别舍不得，宁可倒掉也别吃，重视咱的身体健康。海鲜、芹菜、蘑菇、凉拌菜，就这四个他说了三分钟。你绝对想不到情人节开房数据是这样的，女性主动开房呈上升趋势，占比达到了30%。可乐加味精等于催情药，这是真的吗？假的，我试过了。人为什么会做春梦？春梦是人心中的欲望，在清醒时这种欲望会被压制，当你睡着后理智会下降，春梦也就出现了。今天我们来回顾一部经典的烧脑悬疑电影《前目的地》，他那脑洞大开的设定绝对可以击碎你的三观。自己和自己生下了自己，最后又把自己杀了的故事。500块买的刮刮乐，看看咱们今天能不能中大奖。没中，最后亏了200。当今中国有一种让日本人垂涎三尺的鸟，朱鹮，这是日本皇室圣鸟，但是被他们养灭绝了，现在只有向我们租借。